欢迎大家来到东南区水滨最美小区 Berwick Waters。 这个项目呢，位于东南区核心走廊 Klein North 的一个所在位置。它在疫情期间每一周的咨询量超过300个人咨询。这个小区为什么这么吸引人呢？我们今天带大家来看一看。Berwick Waters 是一个大型的规划住宅小区，整个小区的体量呢约是3000套独栋别墅，外加300套联排别墅。随着这十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有2500套别墅交付，入住的人口呢也达到了4500人左右。其中呢99%都是自住的买家，这些买家呢大部分都是二次甚至是再次置业的买家。那我们今天随着我们的镜头来看一下这个成熟美丽的小区。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受自住买家的欢迎呢？首先，它位于东南区核心走廊 Klein North， 它只要驱车25分钟就可以到宇宙中心 Gwynwyfyn， 45分钟呢就可以来到墨尔本 CBD 市中心了。另外呢，大家也可以看到有很多附近有很多的小孩在这边嬉戏游玩，很多家长呢因为这附近有非常成熟的一个教育设施，因此会选择在这个区域去居住。这个项目呢目前在新房发售的价格跟之前已售的二手房价格基本上是相差无多的，因此呢选择自住买家选择新房来去购买的话呢，可以更节省它的印花税成本，因此这地方受到很多自住买家的欢迎。因为它只有很少的投资买家在这个项目去做投资，因此对于我们现在想要投资这项目的客户来说具有一个极大的一个优势。首先，这个项目没有物业管理费，在很多大型规划社区里面都有物业管理费，因此投资这个项目呢可以有较低的持有成本。再来，项目已经有开发八年的一个时间了，项目非常成熟，因此在你的投资房交付的时候就可以有一个较高的价格出租出去。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个项目在过去12个月增值超过 30%， 可见它对于附近的人的一个吸引程度。而这个项目呢还有未来开发3到4年的一个时间，这时候入手将来还有一个不错的一个升值的一个空间。小区内呢自带两个学校，除了小区内的学校以外呢，周边呢有众多的私立和公立学校供大家选择，那其中也包括我们四大精英高中之一 Northern 学校。那此外的话，整个小区的正中间呢是未来规划的一个新型的城镇中心。我们刚刚说到整个小区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湿地公园，这个湿地公园贯穿整个小区，所占面积约达23公顷，除此之外呢还有长达9公里的骑行和休闲步道。那距离整个湿地公园最近的住宅小区呢也是我们整个项目规划中最高端的社区，那均价呢也超过了100万澳币左右，其他的片区的价格呢约是才85万起。那整个小区的话还剩下700多套的土地，预计还有3到4年的发展期。相比较项目的开发初期，现在的土地价格已经增值了约3倍左右。那打个比方呢，现在今天购买的土地的价格相当于5年前购买一套房甚至外加一辆特斯拉的总价。这个项目呢除了漂亮以外具有很大的升值潜力，最重要它已经有开发10年的一个时间了，项目非常成熟，很适合自住或是投资的客户作为选择。目前 Berwick Water 4房单层独栋别墅85万起。大家如果对这项目感兴趣，可以尽快跟我们置业顾问联系。